江湖计走天涯，为国与家，千秋扬名，万古流芳，满门忠烈，丹心照汗青。你要多喝一点，你的体力才会复原得快。小姐，一天到晚十碗八碗的药，我肚子都受不了。药你受不了，人家是受得了。一天到晚给你熬十次八次的药，眼睛都熏得熏睁不开了。阿美，喝。好。四郎，阿美。天池，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天池，你的体力进展得如何？好多了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这次为了试探杨三郎，让你假扮天机长老，真是害得你。四郎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别客气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欠下太多太多的感情债。怎么，四哥，你又想起那个辽国的公主了？八妹，你不要以为辽国公主她就不是好人，其实她对我真是恩重如山。你们呢，就是贪心忘旧，四嫂子对你不好吗？八妹，你误会。八妹，那个辽国公主我们也见过，也看得出他对四郎是真心真意的。那我四嫂子不是真心真意的。好，阿妹，有时候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会产生不同的感情。不跟你们说了。天池，其实你不了解我跟辽国公主真是患难中见真情。记得我在辽国被施酷刑的时候，是他来救我，他为了我什么都肯做，什么都肯牺牲。我了解。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军回朝了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我是没有听到什么消息，他们一回朝我就来向你报告了。请耶律飞将军来这里。是。替我更衣。是。不能为了一个天机长老而放走杨家的人。可是有天机长存在的一天，我们也不能动杨家人一分一毫啊。不杀生但可以伤我呀，我倒一时间忘了这一点。
真是自取其辱。我一直说杨三郎不是个好东西。哼，现在他们抓了他，倒让我们省了点功夫。师父，那杨家人一直躲在舞台上不下来该怎么办？哼，我倒有一个方法逼他们下山。哦，什么方法？用火攻。啊，用火攻？那天机长老呢？以我的估计，杨家的人不会让我们烧光别人的寺院而不下山。要是天机长老带他们下来的话，可以不动手，慢慢的跟踪他们。他不杀身，我又有何惧呢？好了，我要到密室看看五台山的地势，计划周全，杀他一个片甲不留。参见公主。免礼。谢公主。不知公主深夜叫我前来有何吩咐？我找你来就是一定要命令你做事才行吗？这当然不是。难道我不能跟你好好的叙一叙谈一谈吗？这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坐啊。这备酒。是。公主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你不明白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我骗你干嘛？那太好了。可是你不是一直低恋的那个杨四郎吗？哼，他这一走，我看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只要火攻五台山，他再也插翅难飞了。他还没有死啊？哎呀，离死不远了，不要再提他了。你先下去。公主，来来来，我们喝一杯吧。我要知道他死了，我才放心一点。真的？当然啦。你不会骗我吧？我现在在你的手上啊。好，我告诉你。
出家人呢、啊，还是有出家人的好，淡泊名利，清静悠闲。可是，不能讨老婆，也不能吃肉，那又太难受了吧？这种日子啊，过一段倒还不错。这如果过一辈子的话，就太冤枉此生了。是啊。什么味道、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不得了，这山着火了！不，有人放火烧山。啊，那那那，哎，我们快回去告诉了因大师啊！啊。尽杀绝！了因主持，就算我们不下山的话，这妙法寺也会被烧成平地的。对，他要的是我们，我们这就下去，不要下山。我那我们不是在这儿等死吗？我们先退到天津院。好。我们现在怎么走呢？我偷了金鸡图，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，你们赶快跟我走吧。好，那我们快走吧。走走吧。大师，跟我们一起走。老衲不走，我是本寺的主持，要与本寺共存亡，我要带领众生下山挡住他们，杀下山去。好，大师，跟我们走吧。死生有命，况且身体是俗世上的臭皮囊，你们先走好。杀下山去！大师。你叫天机出来见我。阿弥陀佛，天机长老已经在七年前圆寂了。你不要想骗我，上次我在天机院已经跟他交过手了。你作恶太多，心魔自慢，最怕的是天机长老。上一次是柳大侠假扮天机长老智退你们。岂有此理！柳天池他们人在哪里？快把他们叫出来。柳大侠他们已经走了。鸟音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岂有此理！
还可以将杨家余孽一网打尽。就是你这个畜生，贪图女色，误了我的大事。师父，我不要叫师父。师父，那个贱人向我献殷勤，可是我根本不理睬他。可是昨晚，没想到他真的献身给我。我想他可能喜欢我，我一时不小心我中了计，没想到他会偷了军机图跟密函。这个愚蠢的东西，既然中了他的计，徒儿愚蠢，求师父原谅。没有想到，这个贱人既然为了杨四郎可以牺牲那么大，现在把杨业的金刀和骨头带回去，又偷了我们与潘美的密函。我们师父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马上找到潘美，通知他，让他想办法。是，徒儿即刻去办。对不起你们，叶雨婷，你是在作恶多端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替他们报仇。四郎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走吧。好，五哥，走吧。你们走吧，我要留在这里重建妙法寺。五哥，我们还要替爹申冤报仇，还要救娘出天牢，你怎么可以在这儿呢？对，五郎，还是跟我们走吧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已经参破禅机，其他的一切就请各位为我代劳吧。五郎，各位，请勿多言，贫僧心意已决。既然五郎能够参破禅机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们走吧。可是，五郎，四哥，八妹，我在此重建寺院，自会带爹与各位兄长及一切亡魂超度，希望他们能够早登极乐。阿弥陀佛。五哥。五郎。那你自己保重。你要多保重。很不妙啊。怎么了？这个杨八妹，她自从得到了柳天池帮助以后，她居然找到杨业的师傅跟金刀，她救走了杨四郎。最糟糕的是，他们从叶丽飞那里找到我们网环的密函，他们已经掌握我们所有的证据，那我们不是输定了吗？这还不一定，我们还能想到最好的挽救的方法呀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你这封信上说嘛，这个杨六郎他最近的记忆还没完全恢复，现在在辽宋的边疆，我看你最好想办法把他给杀了。这然后嘛，再杀掉天牢里边的佘太君，最后等待机会再毁灭那所有的证据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了。爹，您果然是高明。孩儿立刻到辽江杀杨六郎。不过佘太君还在天牢，天牢守卫森严，而且那老婆子武功高强，要杀她恐怕不容易啊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们要想一个办法。啊，以孩儿之见，我们最好找通天居士，让他想一个刁难古怪的方法，可以杀佘太君而不受嫌疑。果然虎父无犬子，这真是个好办法。我现在找通天局使，你呀即刻出发去杀杨六郎。是。
国丈，你想杀天牢内的佘太君？不错啊，你想到什么好办法没有？一直痛恨杨家，所以我一直在想对付他们的办法。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的秘密武器。什么武器？他没老贼，我要你的狗命！令国丈受惊，所以这怎么回事嘛？这是？他是我做出来的假洋八妹，也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啊？假的洋八妹，连国丈也无法分辨真假，相信定然瞒不过其他的人。哪有那么像的？对，国丈，世上绝对不会有两个这么相像的。他这个人本来是跟杨八妹的身材相似，但是经过我的手术改容之后，再服了我的化心丹，就变成一个拼命的假八妹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哦，对，国丈，你今天晚上可命人带他潜入天牢，扮作八妹夜探母亲。佘太君那个老太婆，她虽然武功高强，但是他绝对不会想到他亲生的女儿会出手杀他，而且杀了佘太君之后还要惊动守卫，让所有的守卫都看到是杨八妹杀了佘太君。妙计，妙计。我们今天就依照计划行事。佘太君，你绝对想不到你亲生的女儿会亲手杀死你。谁呀？娘，八妹，你怎么又到天牢来了？我跟柳天池到了辽江，已经找到了第二个骨骸，金刀、四个、五个，我统统找回来了耶！那真是太好了。啊，娘，我带你出去。为何要先带我出去？你应该先禀明圣上，恢复我们杨家的名声啊！哎呀，娘，说来话长嘛，我带你出去，再禀明你嘛。哦，好，带我取外衣。八妹，杨正他好吗？好啊，他很好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要来杀我？秋月当空，云南地，青莲出水不沾泥。秋月当空，云南地，青莲出水不沾泥。六郎，为什么你反反复复的就念了这两句诗呢？秋水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两句诗的开始，你叫我怎么不回味？难道你只记得我跟你的事，其他的国仇家恨你都不再记得了吗？对这里其他的我都想不起来，只要你陪着我，其他的我也不想再想了。只要跟你快快乐乐的过一生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六郎，当日我离开你是为了要你努力报效国家，那时我想过要死，但回心一想，希望你能为国立功，说不定我们还有
再见你的时候。现在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再见吧，你居然只会迷恋我，只图苟且偷生，你真的令我太失望了。秋水，你兄弟叫我祝你恢复记忆，现在我只有拖累你，我只有一死一谢他们所托。对了，你多保重。哎，秋水，这又为什么呢？你让我死吗？秋水，对不起，秋水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要恢复记忆，为杨家再创生命。你相信我？我真的希望你能恢复。其实，在前几天，我已经记起杨家枪法的几招，不过后来没有什么进展，我才放下来。那，要是你有引灵枪做练习，会不会好一点呢？对，这样会比较容易。好，我替你去找一柄灵枪回来。哎，秋水，让我去。不，你到外头不方便，认识我的人比较少，还是我去。这，你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你在这里多想一想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好。老板。哎，姑娘。这位姑娘，您要打造点什么呀？我想打一把枪。枪？对，是练里用的冰枪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我从前呢也打造过兵器，像鹰枪啊也打造过，不过价钱贵了一点。我只要有就可以了，贵一点没关系。是是是是。不知道你合不合用。哎，虽然轻了一点，不过练枪是没有问题的。秋水，辛苦你了。不，只要你能恢复记忆，我什么都肯为你做。你真是我的红颜知己。杨六啊，想不到你躲在这里。你是谁？连我是谁你都记不起来了。你果然是失去记忆。记起来了，原来你就是潘苦。记起来了吗？就让潘大爷取你狗命。你们父亲逼害我杨家，我也要找你报仇。快快快！六郎，六哥，六郎。发生意外啊？我想不会吧，这个地方很隐秘，敌人应该不会找到这里才对。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在的孟良，在你们留在这里找六郎和秋水，我们先回京城去。你们一找到六郎，到京城会合。知道是。我们到后山找看看。你要杀的你就杀我，你不能伤害秋水。不，六郎，我们要死也死在一起。你们两个都不用讲，就让你们死在一起吧。
谢谢。怎么样？没关系，还好。不是奇怪，潘虎用的武器怎么会那么厉害呢？是啊，他用的武器叫金枪术，是专门对付我们杨家枪的。那要是我们找不到破解的方法，只好在这里等死了。是啊，不可能的，应该有破金枪术的办法，应该有的，应该有。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贺郎，你真的恢复记忆了？对，我现在什么都记起。真的？哎呀，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去对付那个金枪锁。哎，六郎，赶快告诉我们怎么才能破潘虎的金枪锁。对啊，只要用双头枪。双头枪？对。可是我们到哪去找呢？是啊，我们可以自己做。你居然还敢出来！只要用这个山刀，我就可以取你狗命。你嘿，放！神灵保佑我父杨四郎在了平安无事，而且能及早归来，绝无他乡别离，专心一意爱护。皇妹，王兄，皇妹，我知道你担心四郎，但是你也得安心，不要胡思乱想啊。上次有消息传回来，说他在辽娶了辽国公主，你说怎么叫我不担心呢？四郎他不是这种人，而且那也只是传说，你应该安心的等候啊。如果他真的移情别恋，我绝不饶过他。也许有别的隐情啊。王兄，最近有没有他们的消息？就是没有，我才特别担心。杨八妹到辽京已经不少时日了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最近应该回到京里了。禀告八贤王，杨四郎与杨八妹求见。哦，快快有请。是。参见皇兄。哈哈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四郎，郡主，我想的你好苦哦。郡主，我也是。四嫂，八妹。杨八妹，你们这趟出去查得了些什么？八贤王，我们到了辽国，已经寻得了我爹的尸骨，
金刀，还有他妹通敌的书信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位是……哦，对了，这位就是辽国的公主。这次我们能顺利回来，完全都是公主的帮忙。这位就是辽国的公主，参见郡主。皇妹，都是一家人了，就跟公主行个见面礼吧。来，来，我看这样吧，大伙先进内堂休息，我派人立刻去请寇丞相来商量一下。是，刘大家，请。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与其事实你就委屈一点。四嫂，难得耶律公主深明大义，助他们寻回金刀复古，又得到了潘美通敌的证据，这次一定可以消除国贼，清雪杨家的冤仇了。嗯，寇丞相言重，我只是想帮助四郎。好，哎，八妹，现在我们手中有了潘美通敌的证据，我们马上可以进宫奏明圣上，请圣上重速审理此案。寇丞相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好，我们马上进宫。好，哎，耶律公主，请你把信件收好，静候圣上召见，你亲自提出也好事半功倍。是。皇兄，寇丞相，我们杨家平反之事就有劳二位。你放心好。寇大人请。八爷请。八小姐。八妹，要我劝四嫂实在太难了。四嫂对四哥那么好，她也娶了辽国的公主，也难怪她会那么伤心，听不进去我所劝她的话。对了，八妹，八贤皇跟寇丞相刚走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向丞相奏明潘美通敌的事情。那太好了。我怕潘后会袒护他的父亲。我们有凭有据，不怕他狡辩。八妹，我要去找坠神来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帮你们杨家一臂之力。这样也好，一路小心。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两位平身，谢圣上。寇丞相，在。八贤王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还来见朕，有何要事？启奏圣上，臣等正是有要事来禀明圣上。请说吧。圣上，这件事十分机密。圣上。我想寇丞相说的是臣妾不能听的，臣妾还是退下吧。臣不敢，臣等要禀告圣上的乃是国家政事，怕皇后听了不耐烦罢了。啊，寇丞相，潘后不是外人，有什么事启奏你就直说吧。遵旨，启禀圣上，杨四郎和杨八妹，从辽国取回杨业的金刀和骨骸，已经返抵京城了。他们现在要怎么样？圣上，他们希望圣上重新审理
杨家叛国的事情，以求清洗杨家的罪名。此外，辽国公主阎绿嫔也随杨四郎回来，并且带回来一批有关。有关什么？你快说。齐州城带回来一批有关朝中奸细通敌的书信，急传杨家众人上殿。慢着，圣上。什么事？圣上，请听臣妾说几句话。你说吧。圣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杨家众人武功都不弱，我们不能不防。要是这事情有诈的话，那可是很危险的。圣上，这就这样。潘后他所言不差，朕决定在两天之后重审杨家众人之事。八贤王，臣在。朕命你负责看管杨家众人，两天之内不得再生事端。遵旨。你们退下。遵旨。通天局势啊，只有两天的时间了，我希望你尽快把我们的证据从他们手上拿回来呀！啊，只有两天的时间啊，太急了，太急了！你要想办法呀！我想想看。哎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怎么还带好酒啊？哎，我这一身以酒当饭呢。哎，前辈，大宋的江山快完了，您徒弟杨八妹跟他家里人有难呢。我看我们三年一次的比武也要取消了。为什么？哎，杨家有难，很可能会满门抄斩，我这次帮他们，哎，生命也有危险。哎，我跟你三年之约，比我喝酒还要重要啊！我跟你先生是几十年的交情，你替你师父来跟我比武，你要是遭遇不测，哎，这可不行呐。前辈，我看你还是喝您的酒，不要管我们的事了。你不能走啊！哎哎。